这次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拿干净金牌的参赛目标啊。8月10日，代表团405名运动员，共35个项目，151名运动员接受了兴奋剂检查，214例，检查数量比东京奥运会230例的数量未增反降，这也体现出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对干净的中国运动员和中国反兴奋剂治理成效的认可。